油票，机油票，真的。好了。哇，在这里也可以浮大。Hello， 我是钓鱼爸的查米。那呢，今天来到城市钓客之钓鱼民宿。那今天我现在人在哪里呢？现在人在台东的三仙台的都立这边。那三仙台呢，这边呢可以呢去岸抛，然后呢晚上的时候换来这边继续钓鱼。OK， 来 go。OK， 我们这边的话，哦，很多只狗狗 ，Hello， 还有猫，那这边是老板的地方，那狗狗不要凶我 ，OK， 然后我们接着往这边走，对，那这边是一栋民宿，那我们住的地方是在这个位置，那还有这里。这里是往海滩的部分，这里往海滩的部分。那老板说走路五分钟，那我们大家就先去那边看看。对，都立传统海域。好，身后呢就是他们的都立，都立 beach。对，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环境优美。有大学生拍照，有很多妹妹，不对，看到一个很有趣的，大家应该都会常常做这件事情，有没有？这个应该是曹先生跟庄小姐，嗯，不错，祝福你们白头偕老。OK， 那现在我们开车到，要吃晚餐时间，那开车到闹区啊，成功镇这边，那朋友有介绍一个王记鬼头刀，吃看看。鬼头刀，公的、母的，哦对对，他们有画出标志出来，公的会秃头，然后母的会圆头。到了我们最重要紧张环节的开箱时间。那虽然是我们是住雅房啊，所以他这边还有房间，他这边有公共算交易厅吧，有电扇，有冷气，然后两间浴室可以大便，不是可以上厕所跟洗澡，冰箱，然后如果半夜无聊的时候可以看书，吹风机，然后这个是按摩椅。那就到我们房间，房间的设备很不错，温馨，电视，然后两张床，两张雅房，雅房的，对，那这个，好，那过了一天嘛，那我觉得他们的设施比较旧一点，不过整体来讲是舒适的。那早上的时候还会帮我们准备早餐。那今天是豆浆、水饺、肉包或者是菜包，然后等一下的时候就来好好钓鱼这边看一下喽。哦，六二六，哎，我是叫小喵母。哇，一个绿虾，来看虾，哦，要几要几升？对啊，它都无几。来看一下哦，
那阿姨他们这边的话，大部分都是喂有喂东西的，所以其实你说都有假饵，其实他可能不太吃啊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这边是来试试看用瑞穗。然后其实刚等下前面的时候有看到其他的鱼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还有没有就是其他的鱼会比较好一点。那一样我是压倒钩，所以就是尽量不伤鱼体。其实以民宿来讲的话，其实我大部分都尽量倒钩啦，因为留给下一个可以钓的朋友。那使用的是外鳍钩，外鳍钩，然后直接钩吐丝。吐司应该就不用我说是用哪个牌子吧，对吧、啊？就这样就好了，短短的，然后抛过去，看有没有比较大一点的，我们来看看。啊，原则上的话就是抛这边，因为鱼应该都在休息啊，那留一点线，让它比较自然一点。对，然后就等。哎呦，丢啊，丢啊啦！怎么这么轻松拉回来？有点轻松哎，非常。哎，鲫鱼，鲫鱼，这是泰国鲫鱼吗？没有，就一般土，一般鲫土鲫而已。对，这个可以啊，你直接抓前道，没有大的。是有什么都有。哇哇，这是新邮票吧？新邮票，新邮票，真的没钓过这个。这是北极的吧？对啊，北极的。对啊，北极的总会有很多跟的。Nice nice， 来吧，吧。喵喵，肚子饿了，这不也在家了？哦，各位，哦，哇，哦，哇，哦，看到没有？哇，在这里也可以捕大物啊，各位啊，登机啊，哦，还没有，哦，哦，刺激，哦，哇！哇，各位，吃鸡啦！哇，这杆子，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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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抽鱼啊，花姐，哦。够水啊！不是呢，在想草鱼，哦，在喷水耶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哇，好可爱！别再冲，别再冲了。然后现在是要起来，所以哦，别！哇，我现在。哦，别！哇！OK， 那今天的话就是也介绍了这间比较特别的民宿给各位。那这边的话有草鱼嘛，然后土鸡，那五锅，那这边还有很多秘密的东西等着大家来发掘。虽然草鱼最后还是没有起来，不过。下一个说明就是你们起草鱼了 ，OK， 那就这样子喽，拜。有了，终于了，哇！